李宁可以吧？他写我作为代言人，我都没见过。你竟然买了一双，你自己都很羡慕，但却不知道那个叫什么。竟然是我不曾拥有的鞋。昨天我换装每一拍的时候，镜片拍了吗？没有，他们在外面。对。我们天都看到一点点。嗯。